家今天也都很照顾我，谢谢沈哥。那你之前对姚 PD 是什么样的印象呢？之前就是每次到指压板的环节，还有就是游戏任务都有点难，然后这一次推理环节、那这是可以说的吗？对对对，哦，对啊，这么干直播，没事啊。那你觉得就是见完之后印象有什么变化吗？更好了，还是觉得更帅了，和蔼可亲，还是哎呀真讨厌？不能带私人感情是吗？姚 PD 比我想象中的年轻帅气很多哦。谢谢谢谢，你看还是得感谢我吧。好，大家继续吧，不打扰了。你下班了？我走了啊。继续，姚 PD 拜拜。你走吧，又年轻又帅气的姚 PD。走。说的也是。在节目里都节目里，在节目里都是你撑我们，节目外了。就是哪里是到整个地方，你就是在夸嘛，就是。哎呀，深哥，深深，叫。受不起生的，你想画哦？等下要自己画包啊？对呢。你的想法是来源于今天参加的感受吗？嗯。你先画，不要停笔。你也有啊，你看看你的画。到底为什么我要画那么多画？我是个歌手。来，你平时画的好吗？就还好，但是偶尔会挺喜欢画画的。那你就是会画的很好，那这样的话我会期待值非常高。不要捧杀我哥。你要那种就是把它画的栩栩如生。没有那么厉害，姚 PD 画的多好。好，那我先接受采访了，你先画。好的好的，哥。好，想问一下深深啊，身为中国国家公园宣传大使，哇，等一下大家科普几个生存在中国国家公园中的动物吗？哇塞，我觉得这个东北虎豹啊，对吧？然后像目前因为暂时就只有第一批的中国国家公园是我们的五个国家公园，然后后面陆陆续续还有更多批，我觉得都是我们比较典型，像我们的熊猫啊，这些都是很经典的，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概念，也会让我们去越来越珍惜我们自己国家的，因为我们的宝藏们嘛，不叫宝藏们，应该我们财富们。那这次录制《奔跑的生态剧》，你有没有看到或学习到新的生态知识，或者说新的动植物啊，就是让你看到的？有的有的有的，我觉得像比如像没想到光是白鹭这两个字就有三个物种，它们不同物种，大白鹭、中白鹭和白鹭是三个不同的物种啊，它们不只是名字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我们都生活中都错过了很多东西吧，我会这样觉得，或者说我们无意间会忽略到了很多比较跟我们自己生活深深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比较有些小遗憾的，所以很感谢我们奔跑吧有各种不同的主题去提醒我们要更爱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起开始去慢慢越来越发现生活的美好，也发现自己的重要性吧。对，我们小小改变才可以促使越来越大的改变。那我们正好提到了白鹭哈，在昆明站路透白鹭被周深笑到扶墙，这个引发网友讨论，挺好奇你们俩聊到啥呀？我有点忘了。我因为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乐呵呵的，天天就感觉随时都是哈哈哈哈。大家看奔跑吧也都熟悉，因为白鹭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一个女孩子，也希望她永远都可以这么开开心心，没有任何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希望永远开心。然后现在她宁安如梦，哎，今天正在播出，还有她的以爱为营正在播出，大家记得看哟。那既然提到因为呀，我都唱了歌。你全是 OST 吗？我这两个哦，那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呢。哦，周深选演唱《宁安如梦》和《以爱为营》OST， 大家注意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好，那提到开心，那就说这让爱挣扎，唱错词了。让泪挣扎落下，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到底是咋回事？好，那就这样吧。好，那提到开心，那我们想要粉丝深深的歌迷也能不能开心一下，就期待二专的进展。哇塞，我跟你说，现在二专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进度调到90%突然啊掉到了10又重新开始，没有，现在在稳步进行当中，然后质量第一，我还是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做一张首先自己满意的专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的一张专辑。好，那我们就到时候也是期待深深的专辑，今晚可以先听 OST《宁安如梦》和《以爱为营》。
就是宁安如梦的。刚才的那个野尾音的被打断了，大家去 APP 听一下吧。我不要，你画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好好听？好好听啊！恶戏，你甚至都没有听，是不是啊？当然没听。哇，你看他画的云栩栩如生。再想一想你画的云，你怎么回事？不要拉一踩捧一踩一。你今天这画的跟今天有关系吗？这是介绍一下，你继续画，笔不要停。就是云，然后房子，其实就是都是跟生态有关系的吧。然后就画点什么小草、啊，大自然的痕迹和我们人类的一些痕迹，大家都在一个大环境当中是这样的。那、啊、这是草啊？是对草花，花没有那个颜色的笔，但是大概画两朵吧。嗯。到底是什么样的花能够长出这些颜色之外呢？哦，就是粉的呀，红的呀，蓝的呀。我看过这种颜色的菌子。哦，菌子好多，还有看到那个剑手青。对对对，我觉得有各种，而且有好多菌子，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种，而且真的很好吃。菌子炒鸡肉真的很好吃。是的。哦，你也喜欢吃？还有那种笋炒。你平时吃什么口味的？我是重庆人哦，嗯，就吃的，但其实我不太能吃辣，但是又很爱。你是不能吃辣的重庆人？对，不能吃辣，也不太会打麻将啊什么的。啊，不太合格。合不合格？是吗？我也不敢说，毕竟我也不是重庆人。你继续画吧。画完了，画完了就要签、哦、签名，签新的名。那我们期待一下 AC 的下一部戏跟深深合作。哦，对哦，真的是，真的期待，期待。这么好悟的，好像我像演员一样。我用歌声和你的戏合作，一定的。你的劲儿挺大呀。好，相互的力的作用是。拜拜，画完啦，谢谢恩熙，谢谢恩熙，很开心认识你，我也很开心是哥。主持人，我不是主持人，下一位朋友还没有来吗？让我画画吗？对，我们帮你们定制的环保袋，给观众会绘制一个你创制的。我不是，我不是个歌手吗？首先第就这句话，我不是歌手吗？为什么一直要画画？写出来了，然后要开始来句油腻的，但是希望可以画出你的美好生活。怎么这么油腻？OK， 上班了。Hello 啊，周深哥。Hello 啊，又见面了。你猜你的，怎么了呢？你在写啥呀？我不知道，要让我画画，不太会画画，就开始吐槽。哇，写的真好。你夸的，你真善良。觉得跟你今天的表演一样好。不要举手了。OK， 我是要干什么？你应该站着聊一聊。现在直播间。一会儿很激动，一会儿很平稳，一会儿快乐是什么？一会儿开心，一会儿震惊，反正精神状态感觉不太正常，每天的。我证明非常激动。我的声带都要哑掉了。声带都要哑掉。好，可以请郑源分享几个日常生活中随手必看的小习惯吗？骑行，这个也算吗？虽然不是随手的，但也算随手的。骑行算随脚吧，可以随脚随身。你骑什么车？哇，好，继续。然后之前采访说过，爸妈小时候是一块看跑男的嘛。这次我们节目正片播出之后，你觉得爸妈那么发弹幕会说什么？我爸妈看电视的，他不会看发弹幕。那如果我让他们看一下平台的话，他们可能会发呀，不愧是我的宝贝儿子，表现得这么好。你看深深哥都对他笑了，真好。包括你爸妈也会 Q 到周深哥哥吗？谢谢叔叔阿姨。我回去给他们先说一下，多 QQ 周深哥。我真的是无语。你有透露过带回了两件带名牌的衣服回去面试名牌？
哎呀，你别透露，别透露吧，你别透露吧，你先先先先，你别透露我的真实水平。你先回答，哦，不是，我是说你哥太想撕名牌，他每次手都在我的名牌后面抠啊抠，我说今天也不撕名牌。好，你继续，你继续。好好遗憾，没有跟周深哥撕到名牌。你继续，你继续。带回家了。快，好采访。好。先把我的名字贴上，你抢了我的名字。耶、yeah, ！你看我贴的多好，谢谢你，我也看不到主要是。然后我带回家呢，主要是想练练手，觉得手有点生吧，就是就跟弹吉他一样，你一两天不弹它就会生，你撕名牌一两天不撕吧也会生，所以说我希望这个频率能保持在每天撕一张的基础上，至少。每天撕一张。我开始胡说了，你知道吗？我开始胡说了，没关系。反正就是练习嘛，然后我跟我同学玩的可开心了，我同学还嫌地盘小，你知道吗？反正多练习练习吧，多练习练习吧，之后说不定，啊，现在你的目标是谁？你觉得你我的目标是超过周深哥？不，你这让我很难回答你的问题。你知道刚刚问我你想撕掉谁的名牌吗？我就想撕掉周深哥，因为我真的太想撕掉了。我现在还想撕掉的原因是你这么讨厌我吗？我想跟周深哥撕名牌的原因是我最开始来我就这样说的，我现在还没撕过，我真是太遗憾了，你知道吗？我人这么 nice， 但是我没有那么 nice。好的，你继续聊你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啊，然后真人新歌《蝴蝶》发布之后，可以现场给你清唱一下吗？来，我这也声带状态。没声啊。但是我说实话不太合理，因为今天我们进行了很激烈的。没事儿，我不怕破音。好，来，就一句哈。啊，就一句。哎，周深哥，别看着我，你给我压力了。你快转过去。好，我帮你长进，看得更正面了，亲。然后我再。不用安静啊，大家继续吵自己的。再刻意给我安静了一下。哦，继续啊。然后，哎，走，光哎，不错，让我在屋里，很棒。等一下，气不够了，我唱主歌吧。太多人故作坚强，那也会累吧。望着那故乡的家，却停下步伐。是谁还在长大，是谁辨不清真假，躲在那棵树下，眼泪落地开出花。 OK。 哇，你为什么躲在后面啊？因为我在后面看你的镜头，他后面有个屏幕。那我想下一次再跑男里面被俊一个你们俩可以合作的。哦，是，对啊，你说的可以啊。 那得周深老师同意才行。那我先努力练的 nice 一点。好，我们得看我的话，因为我不太擅长画画，所以就写了一段话。为什么要写硬壳？我不是歌手吗？为什么一直在画画？但是希望可以画出你的快乐，快乐一点都不能少哦。耶、yeah, ，太好了！因为包括也跟我们主题有关系，我们要保护好生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才可以永远快乐的。快乐，耶、yeah, ，快乐。好，到你去画了。肩膀，真就到我画了。肩膀真到你画了。行吧，真人拜拜，拜拜，观众朋友们拜拜。我不是歌手吗？为什么一直在画画？从这里就开始卷起来了，太可怕了！你怎么就是？我也要写几句话。点外卖的时候用自己的用自己的餐具啊。还有唱，就这边唱的真好，就是对咱们主播一点说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就这边就唱起来了。人家是主要啊，他啊，咱们啊，那就是我们。那我这边事儿，你再问一遍吧。其实日常生活中随手低碳的小事，就是平时就是减少用电啊，就是随手关灯啊这种、嗯。然后要不然就是，比如点外卖的时候，尽量用自己那个自己家的那个餐具啊，不用那个一次性的餐具。说的真好，就这样说真好，说的。那我下一个了。啊，行，好，谢谢。你早说咱不是主角，咱低调就完事儿了。你早说呀、我以为是整折呢，不是啊。范丞丞本次请假缺席《奔跑吧》录制，两位好朋友没能合体，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喊话一下丞丞。哎，很遗憾，可自由发挥。但是有了那个真源弟弟的陪伴，我就更开心。丞丞哥听到了吗？太大声了！大勋哥说可以大声了，唱的可以大声。有了真源弟弟的陪伴，更开心。这是对丞丞哥说的吗？没事，我深圳也很好。我有多好？
是那特别好。赶快赶快来上播，快快赶紧的，你快点，赶快来上播，少人。我们这挤的不行，我跟你说，真的是。那下一个问题啊。本轮录制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游戏环节呢？可以提前问我们一下。想透露一下，这也是环节最印象最深的环节，那个叫验证室，对吧？验证。对，那是一个很大的环节。不，虽然是一个很大的环节，但只有两个人参加了。对，啊、哪两个人呢？说那两个人，我们就不说了、啊。我知道那两个人，我知道。啊，是那两个人就在现场，姚PD也在里面。就在现场。就在现场。包括深深哈，包括深深。就在现场，真的。周深，来来上播了。上播。我都快写好了，我都下播了。我们太下播了都。我下了都，你不完了。你是画的是魏大勋吗？哦，你咋知道啊？真的吗？我画的是他。加油，那个，我就画画了。对，可我马上，我不会画画。你肯定会，但是你会说瞎话呀。什么？你就画你说的瞎话，就瞎画，你就瞎画吗？瞎画，你怎么会瞎画？申哥再画一幅吧。我不画。我的天赋不在于此啊，弟弟。合作的，是吧？合作。我们俩都这分开都不太行，说不定合作有奇效。你画的啥样？我看一下。给你展示一下。我你到了一点你的创意，我真的不太，我也不太会画画。不是不是，戴戴，你别说，你猜猜这中间那是啥？蝴蝶。哦。我画的真的好。你是不是很失望？不，真的不是，因为我猜中。这是你画的。说实话，你们刚聊天的时候，我在那听到了。你可以没听到的。他连唱歌还给听到。那我也拿点。我。你这个是。这什么？什么意思呢？太阳。哎，你看弟弟他，你看人家就有这我也看艺术造诣。我也看。画了会笑的。你谁还拍照？哦，我走了。先展示你的画。开吧，哎，你的呢？还有真源的。大家这人上写首诗啊，凭这个真心凭啥啊？就是还有你非要跟我们比吗？对。然后我现在是排位了，喂，排位了，自己有一点自尊的，自知之明。就我就觉得就是咱就是你，那我就不一样，我就是你被压，我不抢你们的，我压死了。没人抢第二吧？对，我觉得这个当时你可以共同一呗，可以。啊，这是一嘛？哦，我们往后面走。这是一个，我走这儿了。这个还可以。周深哥怎么自己？让我去拍照。自己一排啊。再见。嗯，一定你这么说完之后，那我就只能换一排。这该放哪儿啊？但是放满了呀。来放我这吧。给你让开。拖把一点点好吗？好，谢谢。耶。大兴哥这么快？对啊。这一个太阳。简单的。像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芒。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芒。今天这不是你的年代了。太阳光下，明天我们那世界，嘿，来，七色光，太阳的光彩，我们带着七色光走向未来。我们居然在一个童年吗？我的是七彩阳光，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不是，是我这不是。不是，你是我是雏鹰起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这个数字，你的差不多，你也是什么？第八套广播体操啊，就是时代在召唤，算了，好了，还要干嘛吗？还 OK 了吧？下播了，对 ，Andy， 好，来 Andy， 我早下播了，两位哥哥，你们是在加班 ？WiFi，WiFi，WiFi， 别这样，你家 WiFi 中间是断开的吗？开始了，不许这么说弟弟。好，那我们 Andy 来说些什么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奔跑吧生态篇》。嗯，《奔跑吧生态篇》，《奔跑吧生态篇》，《奔跑吧生态篇》，一二三，《奔跑吧生态篇》。好吧，那
直播到现在这样差不多结束了，然后是想要获得奔跑吧嘉宾们参与创制的环保袋，记得登录 Z 世界 APP 奔跑吧青春部落了解获取方法。再说一遍啊，想要获得奔跑吧嘉宾们参与创作的环保袋，记得登录 Z 世界 APP 奔跑吧青春部落了解获取方法。这是大家创制的环保袋，喜欢哪一个？登录奔跑吧青春部落了解获取方法。